圣诞节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呢想搭一棵圣诞树送给你们，祝你们圣诞快乐，平安夜快乐。这是我买的带雪的圣诞树，我的天，像两把葱。铃铛、球球，还有一个金色的，来开始搭圣诞树啊！爷爷啊，来，这个是架，看哪，高估了我自己。要先把这个啊，看戳进去。咦，我这棵树呢，有一米二。这样有一米二吗？或许是有一米二的呀，是不是？你看小声点说。它这边有一个孔，把这当上插进去。哎，好了，你看，这是我一棵迷你的小树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很简单，你看，把这样一个个扒下来。往外拽，哇，我去年的圣诞树没有雪，现在这棵圣诞树还带雪呢。你看它这样扒完之后还能把这个叶子给它给打开，然后就会显得树呢更加茂密。这雪是什么东西做的？不管了，就是你把能拽的就是把它成90度。圣诞节你们收到了什么圣诞礼物呀？请留言在评论下方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圣诞礼物。虽然我还没有收到圣诞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圣诞节还是要过得有气氛一些。能够这样干巴巴看完我搭圣诞树的你们，给你们点赞。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圈，它是一个小花圈，我想想它可以挂在哪里啊。它上面还有一个小羊，我的天哪，它怎么知道我属于放这儿。哎，哇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我们的点睛之笔，是挂在最上面的。噔噔，哎，不行，来去噔噔，两家手金光闪闪。哎呦，哇，第一次搭粉色的圣诞树，感觉还是可以的。点睛之笔，圣诞树一定要亮亮的，缠起来吧，就可以隐藏在那个树叶中间，然后它隐隐约约透出来的光芒，简直是太好看了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这围上了，把我的树都挡了，不要它了。好啦，圣诞树做完了，然后送给你们，祝每一个看到视频的小伙伴们都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平安夜快乐，元旦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哎，反正呢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，健康顺利。OK， 所有的好运都给你们，拜拜。